有找到好多的山猪鹛。民众登山走进竹林里，发现捕兽夹陷阱山猪鹛藏在土里面，还盖上落叶掩护，是动物界的血滴子。我们要试试看山猪鹛的威力有多大。竹林里至少发现三个山猪鹛，而且还是全新的，杀伤力又有多强？当场实测，连逃都没办法逃，逃的动物毛小孩不是死亡。 就是壮大的伤害，踩到山猪鹛立刻启动弹簧绑住脚，动物非死即伤，甚至还夹过登山客。穿那个野战靴啊，不然的话会受伤啊。好险，夹到靴子没有伤到脚踝。这是竹林位在嘉义县梅山乡知名庙宇附近，有猎人为了抓山猪放捕兽夹和山猪鹛，反倒夹到登山客和浪浪。非法使用捕兽夹与山猪鹛，可以开罚10,000到75,000。县府表示已经 掌握猎人身份，如果造成动物死亡，最重可罚200,000元。猎人抓卤味，小心得不偿失。郑侯官王书宏加以报道。